哥哥，你快救救水黏黏！水黏黏怎么了？啊，哥哥，我好难受啊！你快救救我！啊，我要怎样才能救你？白云哥哥，你再做一个水系的艾比蛋，把它孵化出来，就能得到新的水黏黏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把它做一个艾比蛋出来。取白色和蓝色粘土混合成浅蓝色，缩成鸡蛋形状，给这个艾比蛋做一个身体。这个浅蓝色的艾比蛋是水系的。水捏捏也是水系的，如果把它孵化出来，会不会真的是个水捏捏呢？如果真的是水捏捏就太好了。小伙伴们都刷到什么样的艾比蛋了？有没有孵化到史诗级的艾比出来呢？这个流水蛋和前面做好的艾比蛋都是水系的，还有岩系、火系和草系的还没做出来，不知道哪种艾比蛋才能孵化出史诗级的艾比出来呢？最后把流水蛋的水花都做好安装上去。流水蛋做好了，水黏黏怎么还没好？我要怎样才能救得了他？白羊哥哥，你要把艾比蛋孵化出来才行啊！我要怎样才能把它孵化出来啊？